近日，马思纯更新社交平台，晒出自身照片，一改之前胖乎乎的身材，恢复窈窕身姿。照片中，马思纯穿着粉色连衣裙，左耳短发清爽大方，身形重回左耳时期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这番变化真可谓瘦回来喽，状态也好得很，直接让人怀念起左耳时期的马思纯，忍不住要求他赶快拍戏。这两年来，马思纯在剧场与荧幕上频频露面，作品也屡屡大热。但就在戏剧事业如火如荼期间，马思纯的身材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，从原本左耳时期的苗条变成略显胖乎乎的体态，这番变化也成为外界热议话题之一。如今这组新照来看，马思纯的身材竟又收回了初心，直接还原左耳时期的窈窕态势，粉色裙装衬托着苗条身段，左耳短发也重现当年青春活力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奕奕，状态佳得很。这番变化来得突然。